王大宝，你给我过来！老婆，你来了。嫂子，你过来了，快屋里坐。坐什么坐啊？王大宝，给我过来！好。哥，有话一定要好好说，千万不要吵架。妹，没事儿，你就放心吧。 老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？他怎么了？王大宝，我问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有家不回，你天天往这跑。这是我妹呀，她生活不能自理，我偶尔回来看看她还不行吗？你这个月都来三次了，你天天往这跑，我爸妈谁伺候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当初我把小妹接到咱们家的时候，你每天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脸，不是嫌她有味儿，就是嫌她碍事儿。你硬生生的把她赶到村里来。 在村里住也行，我这个当哥的偶尔回来照顾照顾他不行吗？不行，你一回来就给他买吃的买喝的，还要买药，这得多贵呀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还偷偷的给他钱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们这个家迟早被你败光了。好，你不让我和我妹买也行，那你让我妹搬回去住。嗨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爸妈还在家里住呢，哪有房间让这个汤妈住啊？是，你爸、你妈。 你妹、你妹夫、你外甥女儿，你家十几口人全在我家住。我看呐，现在这个家连我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吧？是啊，你给我买的房子，那不是我弟结婚用了吗？那我爸我妈不住我们家，住哪儿啊？那我妹呢？